八月十五，县党部书记长常继纯领着马县长朱朴两个到瘦西湖参加游园活动。他们在小东门上了画舫游船，这个个船梁在船上撑船，他们两个人住在中场，马夫侍立在旁边，船一直往北行，过了北宫桥，趟过北水关，船头猛地向西一转，马正阳再一望，好美，真是太美了，西湖的景色太美了。这刻个两岸都是陡峭的城墙，接岸的水流，月亮正好打上，银水般的月光照射下来，把一条一排边那个调色漆成的玉码头照得清清切切。就在玉码头的旁边是曲折回廊，茅林水色，半边在水面，半边在陆地。这刻个茅林水色里头呢，有不少的游客正在浮帘观天赏月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今的爱春园。划了他的船，过了西园曲水。马正阳，突然望见眼睛前头啊，有样东西飘了着，好像是个薄布条子在面前飘了着，不由凌晨就朝岩上望了。书记长，那边岩上一个布条儿，这是什么地方所在？啊，县长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洛阳村。你刚才看见飘的那个布条子呢，是一面旗子，也就是他的边头那个招牌。啊，店里面的招牌，哎，这是店主呢，叫别出心裁。为了招揽客家呀，想求为八位名人对他家提夫八夫对联，特地呢自己西地这么招牌叫洛阳村。这就是一个上联，叫个北旗红字洛阳村，就求此下联。这一类啊，我们本地的文人啊就上透了脑筋了，哈哈哈，不需要多少人来想对这个下联。因为那店主呢也说过句把大话，说哪一个对出下联，他今生今世一辈子在洛阳村吃茶不用付钱。这一类不需要多少人来想这个下联，北旗红字洛阳村，走走正正游乐田路想出来是个绝对，没得人对得出来，绝对啊，绝对。白旗红字绿阳村。啊，县长，你怎么没对下联啊？这，哈哈哈，这是个绝对，是个绝对。他们两个人就这么舔住，
马振娘往往这个地方啊，金色不臭，很笔直。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所在？哦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大有情趣。哦，仙堂大郎啊，过一天我带你来游玩一玩，今个是不得时间。我呢，先介绍一点，把你听下子。这个地方特色呢，是有地为宅造，厚厚解阳偶。它是邦山奇奥，万地城池，田园风光，农家风味。我的鱼池里头养上上千尾金鱼，供人欣赏。上面有茅亭坑一个，到了夏令季节，你朝这个茅亭底下躺一上一躺，清风吹来，绿竹铺上，令人感觉到爽意。客人有乡民接客，有人工神经，躺在椅子上，不贴电文。高速前明意外电厅千尺瓦沟，哎呀，真正有趣，哈哈，太有趣，太有意思了。因为长吉床啊也是一张穷嘴，就把他平常听人说的一股烂摊就贩卖给马县长听了一遍。这个车马慢慢朝前行，前面顶到一座桥，半圆形的拱桥。隔着这个半圆形的拱桥，一眼就望见。这望见过了拱桥，后面开阔，后面一阔个，自然就起风。这望见在宽阔的后面之上。有上百条小船，水波荡漾，在月色之下，显得有点恍恍惚惚，好上好下，来往顺顺。这些船上，有的是悠扬的时钟，有的是稳准的狗猴。有的是欢快的路过，有的是气阵的结账，就把一片宁静冲得干干净净。只听见时钟声、狗吼声、路过声、结账声，声声不断，此起彼伏。马德娘这刻不由就站在船头。过了这个半圆形的拱桥，顶到瘦西湖最开阔地段。过了这段开阔地段呢，就是曲园码头。马振江站在船头上，长吉船也过来陪同。汪汪，真人太有意思，太阳啊，闻到一股香味。清香扑鼻，令人鼻窍麻痒酥酥。啊，书记长，哪来的香味儿？啊，哈哈哈哈，县长你不晓得，我们这瘦西湖啊是十里长堤，在这个十里长堤上呢，每隔三步是一株桃，一株柳。一株桂，木下面真是金秋啊！点桂飘香，是花团锦簇，清香四溢。你闻到的呢，就是点桂的香。嗯，另外，哈哈，县长，你在朝你身后窗位上把个存粮望望。这个香味里头也有它的香味，嗯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，你看，
纯良的兵变拆了一排破相的有的不良话，也是倾向是一个啊。马德娘不由琢磨念来，就把沈后的纯良看那着。这个纯良正在扫后陈竹船，手臂啊一上一下，竹篙啊一起一拉，轻一敲板，高在一起，啪下了水。手背一灵劲，腰眼微微一溜，船只缓缓前行。马正阳看看，走走正正看了密处，好一副龙女浮躁头。哎呀！我这个哥这就是自然于人情水秀的图画之中。一时间看得迷住了，眼睛好像都看定了光了。常继存在旁边望望，向上去碰马屁，规规矩矩的凑到马正阳耳朵旁边。县长，你也欢喜这行，这位纯良你相中了、啊、马正阳脸不由得一红啊，不不不啊，我是被这景色迷住了。不错不错，迷住了。迷住了，你像马正阳被他这说个脸红的个大红墩子差不多。县长，不光我们这村上的村粮如此，你把其他村上的村粮看看，也是如此，一样的装束打扮。据说个，这是乾隆皇帝年巡的时候留下来的礼制，一直延绵到至今。啊、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，这只船慢慢朝前走，前面接近屈原马的。哎，县长，你看前头那就是屈原，屈原对过呢，啊，是一员，哈、啊、是一中为家的公棍，一员，现在啊正准备动工起大殿，什么？起大殿，哎，准备把皇宫那带的那个琉璃瓦的那个宫廷建造宫面，把它搬迁过来，哎，一柱壮观，一名同那个，哦，马正阳听听，不由把个头摇摇，什么皇宫？最先是皇宫。我到了扬州来也稍微了解了哈子，这个皇宫的建造啊是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在扬州做盐运使衙门用，这是个工程，你一中尉怎么能把个工程据为己有呢？哎呀，看来在扬州便是很难。像这次我在扬州进言，如果不是汪中尉来支持我，不是汪中尉来撑我的腰，怕的我是寸步难行。马正阳现了城市，他正在过乡中，船已经顶到屈原马的。船桨扬靠令，只听见“通”“哒”，把马正阳吓了一跳。嗯，哎，书记长，
这是什么玩意？啊，这个船已经到了屈原码头了，岸上放炮，欢迎你啊！告诉大家，你现场到了。啊，马上仰望望码头口，灯红通明，把码头口照的是如同宝珠。人很多，夹道欢迎。一边是平儿院的军押队，全是小孩子，穿的是童子军的制服。这个小军押队不错，四把高音小号，两把中音圆号，两把中音喇号。两支低音八重，两支高音两黄管，两支中音双黄管，表面军鼓，两面大鼓，再加上香港领着统察着指挥棒，滴滴呱呱双管子的个小军乐队。另外一边呢，是民间百姓组织的个民乐队。大号、苏亮、吉拉、生肖、官爹、四弦、大吉，样样俱全。常吉川邀请马振阳去走邓岩，这个个码头口一出了反过来，只听见咚、大、叭、噼里啪、叭、叭、噼里啪，鞭炮齐鸣。咚咚咚，咕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咕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这边军押队齐走，那边民押也跟住了赶一操。只听见大号啊，苏亮啊，吉郎啊，对。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咣咣！马振阳汪汪，书记长，这种排场大概嫌过分了一点了吧？啊哈哈！现场放映，现场放映，这是民众的一片热心啊！民众对你的爱戴。对你的信任，他们表示表示他们的心意啊，欢迎你呢，主政江东，这是他们的一片诚意啊。啊，马振阳想想是的，扬州的百姓如此的对待我，如此的相信我，我就应当为江都县出力，我要在扬州。把个大业拿来清理，根绝了隐患，扬州的百姓还要爱戴我、感激我，就是身负国父也要嘉奖我，说不定我能当上状元，说不定我能坐上升主席，到那个时候排场就更大。这一刻个。两旁边夹道欢迎，欢迎的人穿着打扮等等不一，那个时候的穿着打扮很这样，有的呢长袍马褂，有的呢西装革履，有的烫头旗袍，有的学生装革命头。常吉川跟随最后是尖尖仔细一刻钟盯到一座临时搭起的高台，马振阳准备登台演讲。